你看，反正不是买给你的。这话还挺神秘。林欣，吃饭了。林欣，你干什么呢？自己在房间闷了一上午了，快点。 你送了那个太可爱了，没有女人味儿。臭美。嗯，对了，哎，你们公司那个年会在哪儿办来着？滑雪场。去哪儿？滑雪场。哎，不是，一般年会不都是酒会舞会什么的吗？ 怎么在你们公司这儿就不走寻常路了？那你就得问佩斯里了，我怎么知道？你今天是不是有约会啊？没有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